Top Test Prep. SAT 阅读部分一共有800分，67道题，70分钟。这阅读部分分为两个小部分，第一个小部分是句子补充，一共有19道题。这个小部分你要用你的词汇量。第二个小部分是阅读文章和理解分析，一共有48道题。这小部分包括不同类型的散文。